你看外面下了好大的雪哦。现在天气真的太冷了。然后我老公今天早上吃了早饭，然后我得把锅子给洗了。好，今天是礼拜五，然后我老公不在家，所以呢，就是我趁着他上班的时候，把家里稍微打扫一下。然后我一般的话是，每个礼拜就是会吸一次尘，拖一次地。然后这个是一般都是礼拜五或礼拜六做。然后我今天的话，因为要录视频嘛，然后我就礼拜五做。然后平时的时候会在中间一天周三的时候再吸一下尘，但那一次是不拖地板的，就只吸尘，也就是我一个礼拜吸两次尘，一个礼拜拖一次地这样子。所以今天呢，就大家就陪我一起做一下家务吧。其实做这些家务不是特别花费你特别长的时间的，大概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做好。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家里要干净啊，首先第一点就是地板要干净，然后地板不干净的话呢，那家里就是非常的烦。所以呢，今天就跟我一起打扫一下家里面。然后第一步呢，我们就是先要把我老公的锅子和碗给洗干净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就锅子就先晾在这边，我会把它稍微晾干了之后，然后再把它收到衣柜里。因为我们家是开暖气的嘛，大家知道如果是开暖气的话其实会蒸发掉的，就不会像我在上海的嘛，以前我是上海人，然后上海就会比较的潮湿啊什么的。包括我之前读大学是在广州读的，哇，广州也是湿气很重的，这样估计是晾不干的。但是在这边有暖气的地方是肯定没有问题的。然后第二步呢，就是要把这些衣服给收起来，然后我们就收起来之后，然后我才会再开始拖地板，先把这边理干净。都是会把它挂起来的，因为我衣服比较少，所以我的衣服都是可以挂起来，我觉得挂起来会比叠着好。好了，这就是我放衣服的地方。我想很多人应该知道，如果看过我的衣柜有什么的话，然后我和我老公的衣服就可以全部都放这边。哎呀，光线好暗啊。然后客厅先理好了之后呢，我就要开始理我的卧室了。可以看到我的卧室非常乱，我把刚刚把那个我的地毯收起来，然后我刚睡醒就这个样子，然后先把床铺好理好，然后我们再那个吸尘啊什么的。那就快点开始吧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得把这边理好之后得去吃饭。这些臭袜子啊、裤子啊什么的，就把它扔在这里面，然后到时候洗的时候就统一就是把这面东西拿出去洗就可以了。可以。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我们的换下来的床单，等周六吧就把它给洗掉。那么这个房间就基本上已经都理干净了。
这个拖线板啊什么的话一般我都是放在下面的，但是等会要拖地板和吸尘嘛，所以我就先把它放上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吸尘吧。我们就先从卧室开始吸。戴森的，这个我觉得戴森的无线的会比较好。如果没有买的朋友的话还是挺推荐买的，如果你是喜欢用吸尘器的话，如果你不喜欢用吸尘器就算了，没关系。好啦，我已经把我的地板已经吸完成了，然后我就准备先出去买中饭，因为现在已经下午一点了，然后我还没有吃，我刚刚就吃了根香蕉，然后还没有吃午饭，所以我准备先去外面买午饭，买完午饭之后呢然后回来吃个饭，然后再拖地板。好啦，我就这样，然后出门的时候就这样，这样就不会被雪打到脸。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妖风，不及雪大，风还大，然后刮在脸上就是生疼的，我觉得我脸都被腐蚀掉了。好啦，那我准备要出门了，然后今天还得买一桶矿泉水，还得买晚饭，还得买中饭。哎，不说了，我得快点走了，那就等会儿再回来，再见，拜拜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买的晚饭和午饭，午饭吃面包，然后买了瓶可乐，买了瓶巧克力那个饮料。晚饭的话就是烧一个虾配番茄酱，然后烧一个刀豆，然后又买了一盒猕猴桃。然后今天就是这些菜的话是花了18块多吧，18.5我记得是。然后虾的话我会分两顿烧，蔬菜烧掉，虾肯定是吃两顿。然后我决定还是先把那个地板给拖了，然后我再安安心心的吃饭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先来拖地板吧。一般的话拖地板的第一步就是你必须把你的拖鞋给拖干净，这个是一个，你把你的拖鞋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到吗，就是把拖鞋底给擦。然后我把我老公的长拖鞋拿过来，然后把拖鞋底擦了之后，你再那个拖地板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你拖鞋底是脏的话，你一边拖地板一边拖鞋踩在那个地板上，又会有那种很脏的那个痕迹，
所以这个样子就 OK 了。然后我把我这个抹布再去揉一下。拖地板的这个水里面我都是会放那个香水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地板拖出来香香的。有些人喜欢放那个消毒液什么的都一样。好啦，我最后我的大房间就完成啦。我就已经打扫完了卫生，就准备吃饭了。你可以看到现在天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了，太可怕了。然后我准备要吃个午饭，然后休息会儿看个电视。那就等会儿见咯。好了，那就今天的视频就全部都拍完了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。那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，拜拜。这个蛋糕太甜了，拜拜。